湖气地区呢，有一家飘香已经20多年的在地好味道。老板娘是来自金门，她自己学习研究，做出美味的面食料理。不论是这鲜甜回甘的牛肉面，还是包入整只虾子的鲜虾水饺，或者是卤到焦糖色泽的土豆鸭胗等等，这卤味好料都是在地人大推的好滋味。跟着在地里长的脚步，带您一起来品尝巷弄美食。美食，今天要去吃什么好料呢？今天请来了在地里长，带我们去吃道地的好料理。里长，我们将去吃什么好料啊？我带你们去我们顶寮里一家很有特色的面食馆——牛肉面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，Go！这道牛肉面可是深藏不露，利用大骨、高丽菜、番茄等多种蔬菜慢慢熬制数小时，不添加多余的调味，品尝起来相当鲜甜。搭配经过数小时卤到软嫩的牛肉以及 Q 弹的面条，虏获民众的味蕾。我这一家是我的常客，我常常来这边吃，尤其它的牛肉面啊，牛肉面哦，那个面食很有嚼劲啊，汤头又很到位啊，很有特色。水饺、麻酱面、卤味、美味好料摆满桌，看得令人垂涎欲滴。这家位在无锡巷弄内的牛肉面店，在地经营20多年，是不少老饕的最爱。我们的店里的招牌就是我们的红烧牛肉面啊，三宝面、牛筋面，就是牛肉系列。一颗颗卤到焦糖色泽的土豆，还有卤到软 Q 的鸭胗，入味柔软的豆干 ，Q 弹有嚼劲的猪耳朵，满满的一盘卤味，更是不能错过的好料。每种食材卤制工序都不同，如此繁琐，就是坚持顾客品尝到最好的味道。豆干、花生，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花生是，不是像外面那个用烫的，我们这是用卤的，还要浸泡。浸泡最少15个钟头以上，它才会入味。我感觉它的小菜哦，有些卤一个筋呐吼，那个筋真好吃。哦，啊当然啦，这些炸酱面呐、牛肉面那是不会放酱，但是我喜欢吃它的筋。我介意这个是伊的卤味，伊的卤味土豆足 Q 的，哎，啊豆干嘛足 Q 啊，啊伊的牛肉面吃起来很好吃，很香。淋上满满一池金黄的特制酱料，料多美味的炸酱面，甜面酱加上特制的秘方，料多咸度适中不腻口，也是必点的料理之一。一颗颗饱满的水饺、韭菜、高丽菜，还有包入整只虾子的鲜虾水饺，皮薄馅多，也是人气菜单料理。像我们的那个原物料啊，都是用有厂牌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在食安方面，我们对这个吃的东西，而且做这么久了。就是品质的问题。老板娘本身是金门人，来到无锡靠着自学研究钻研出美味的面食料理，坚持使用新鲜的食材，每道卤制工序复杂，成功的打响名号，让这飘香20多年的好味道成为在地人大推的面食料理。记者陈博翰、陈庄台中采访报道。